孙家权，什么样叫孙家权？你这儿有人，他有人，哪个是孙家权？得把孙家权的特点练出来，这才叫孙家权。人家练成陈氏权、杨氏权，都有自己的特点，你练了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权，那就错了。这怎么样做呢？就要求大家去好好的去练孙禄堂的套路，因为所有的规矩都在套路里头有，你必须得去认真的去练。也就是说，时间加汗水是可以得到功夫的，但是这个时间并不等于每一个人的时间，因为他没有去用心去练，他也过了十年，人家在用脑子用心去认真的去练，而且是恒心的练，持久的练，刻苦的练，所以他十年跟另外的一个人的十年就不见得一样。所以时间加汗水是带有引号的，请大家注意，要好好的认真去练才能有功夫，因为功夫只有练，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绝境，必须得去练才能有功夫。今天说这个呢，主要就说一下咱们孙家权啊。先说老爷子这孙家权，他有什么特点？大家都练了半天都说了啊，而且我知道大家都很懂，对咱们拳的都很熟悉。但是呢，我还要强调一下，因为孙家权的特点就和其他的拳不一样。首先说三拳合一，三拳合一并不等于是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融合在一起的，而是经过孙禄堂在这里头进行了很多的研究简化，刻意的把这些拳都统一在一个的思想领导下，以一贯之、以义理来做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拳术，所以他的三拳能够把他的性能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可以把他的性能合到一起来，所以他可以三拳合一，不能随便人家的形意拳你就拿来，你就认为能够合着，绝对合不到一起。大家记住这点，三拳合一是包含着三拳的性能，而不是包含着它的形式，各个形式不同，其理则异，一个性能才能够统一。所以孙禄堂曾经提出过来四统一拳术，统一啊，就国术统一思想，这一点呢谁都没敢提出过来。当时提的时候并不是被所有的人所能接受，而在特别是在拳术界里头，大多数都没有人同意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怎么能统一呢？形意八卦太极这怎么能统一呢？哎，就说到这点。所以在一些个文人的学生里面，确实有一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他们是研究国学，他们会对武跟国学相结合起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拳术才能够让老爷子的提的把这个武学提升到文学领域了，和文学有同等价值的武学。所以孙禄堂的武学叫做太极拳学，而不叫太极拳家。所以这就说他已经加深了这个武的在里头的文的内涵，这就是他文学的特点啊。所以他这里头含义很深。这样的话呢，他就提出这个思想以后，老爷子是1932年提的，33年他就去世走了，所以这一点呢很遗憾。也就是说提出这个思想来，还没等着领军人物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很好的介绍给大家，解释给大家，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进行这样的，也到现在也还不被大家去承认，今后有待大家的去研究，大家去提升，使这个国术统一的思想一定会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所以这是一个期望，也是在这个咱们这个权里头有这么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这点先说一下。再说咱们家权，他已经也这个爷爷啊，我有时候就说了就出爷爷了，就是孙禄堂，我就提名字了啊，孙禄堂老先生，他把咱们这个拳呢简化到极致，这一点我可以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爷爷简化的就是说，在你在加这个动作里，你再加一点儿，它就会动。
会少，是解释不通了。所以说老爷子的东西简单的试试啊，就节约的架势可以通道，粗浅的言语就是理可以通，可以通高深的理，可以让你走进去，走到奥妙的之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理论。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爷爷的东西是简约到极致，不能再加也不能再减。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呢，一会儿我说说咱们三全的特点的里头的大家的哪个地方需要注意啊。再有一个就是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开阔手相承接，这是我拳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而我的拳里头就是这个拳里头的最中心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中和内劲，这就是核心，也是我拳术里的很重要的问题。咱们讲了半天很多很多，用这样的一个概括的非常简约的这样一句话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拳的核心。这个开阔手里头要求很多，也就是说大家在这里头啊很容易忽视这些问题。一会儿我会让这是我的孙美人啊，让他去坐着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一下哪些地方他坐到位没坐到位，这样使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想让大家都统一在什么地方呢？不是统一在他的拳下，是统一在孙禄堂太极拳学的这本标准书，也就是爷爷的这本书，统一在他的这个地方下，尽量的结合他，结合到他这个动作，这样的话你就能在这个习练动作里头去熟悉规则，去熟悉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规矩，你才能够成为哪个拳的特点，才懂得人家这个，才能练到位，才能有用。所以一会儿我会让他练，这是开阔手的要求啊，很不同的。他练的时候，咱们再说这个问题。再有一个进退，进跟退撤，就撤了以后一定要撤回来，进必须跟，撤必须回来。为什么这样？减去了很多的时间。在这导观重心上来讲就快多了，别的拳大功夫这样的起来，你如果想要在重心腿动的时候，它是需要再导换一下重心它才能再移动。而我们的拳呢是随时跟进来，想这条腿动马上就换了。实际上我们占优势，在实用上我们占优势。为什么呢？一会儿我讲手型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把这个整个的咱们拳很简单，就这么点特点三样，大家要注意，就是要做到位啊。现在由赵岩来做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的说，当然都是非常简陋，不可能那么细致啊，请大家就是具体自己再去琢磨吧啊。现在由赵岩练，我可以在他动作里头我就说一下，他就停下来等大家。好，开始。看他的手啊，咱们的手和其他的拳的那个拳的那个手是不一样要求的，要求你虎口张圆，这四个手指头的是缝隙是自然分开，不许这样，更不许这样，你没法抓东西，像一个窝窝一样，抱球一样，甚至说可以说像爪一样啊，抱球，要你跟两个开阔手的时候，两个劳宫穴。球的直径，所以接着来，手型注意，这个地方不许往外掰肩，很忌讳的，咱们孙家拳不许往外，这样是指到该到的地方，有的人到直线，有的人到这个，最多就是平行，从这儿再回来拿回来。好。开阔手，这开阔手要求你两个手的手，记着啊，两个肩根要缩住，两个手腕要立起，怎么样就立起来了？用这只手，这个食指啊，尽量的向上指，这个地方手的这个距离至少要有两寸，手的这个距离要有一寸，这样的话你手就撑开了，也就是说你就不会把胸挤得瘪瘪的，胸一挤紧了气息就不通了，而气息不通的时候是你最滞的也是最不舒服的地方，也就根本就没法练拳。要求这个开合的
就是外开开了啊，这儿也往外开，肩也开，手开肩也开，手合内扔开，这儿闭回去。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个很重要的啊，要求你缩着肩，坠着肘，竖着腕，尽量手指向斜上啊，千万不许这样啊。抱着球啊，抱着球，好的。开的时候注意啊，外开内也开，肩也慢慢开着啊，外合内扔开，不许回去，仍然是不许回去，做到内外有开有合。再使用上背景，你就会非常灵活的去使用。好，接着练。单边记着啊，跑到这个地方，弓住腿来，这个膝盖不许这样，因为这不是孙家拳，孙家拳是理当圆满，没有大弓步，也没有大马步，什么都没有，就是要圆，圆当，重心偏左的三分之一处，眼睛看着这手的食指，因为你的眼神要笼罩着整个的这个敌情，整个的这个场面。如果你眼神不到，那你就会失去了很多，也就失去了很多你应该掌握的好的机会、好的情况，你失去了。回来啊，这个重心在哪儿呢？重心落在左偏左的三分之一处，圆当三分之一处左，而不是重心。也不是弓出去啊，要在左侧的三分之一，重心落到这儿。眼睛看着的右手食指尖，好，接着来。这个记着啊，两个里根一定要抽住了，缩住了啊，不许。接练，进步赶点谁？记着啊，这个要协调好，这绝对是一个协调动作。我们的拳是和音乐有非常好的一个联系的啊，它的节奏、它的韵律非常明确。大家如果在拳里头失去了韵律感，失去了这个节奏，那你这拳就没练好，也练不到位。记着，这时候记着啊，这地方仍然要抽住了，也就有点像后坐椅坐一样啊。记着，千万不许这样站啊。好的，挺好。进来，咱们的拳记着啊，都在原理求生活，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不许有死。死角棱棱角角的都不要有，全都是圆的运动。这个记得啊，这个走下看谁推下啊，走下看谁就记得。他该说，你说这儿不就是死角了吗？不对，因为这一回来，他要像藤棍一样很有弹力的藤棍，就是你撅弯的什么样，除非它折掉，是吧？所以它还是有弹性的。所以像个藤棍一样，顺着你自己的肚脐直接打到肘下，这是它的路线，大家一定要按规矩去打，你才能到位。懂了规矩，有了规矩才能成方圆。你懂了，学会了孙家拳的这几个规矩，学好了以后你才能使用。再斜一点啊，为了找这更好的平衡，不要这样别着走啊，别着走就好了。对，这个斜呢，好，
这三灯位这个是一个连续动作，是上半圆下半圆一直连续做，但是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亮相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外平内不平做一个展示。记着孙家拳练出这一点来讲，交易少什么呢，就是两个手这个成一点，两个手看提起来这边成一点，右手这手的形是不是太极拳的形了，是形意拳的形，螺旋形的拳，这样提起来，好，这儿可以停一下，外平内不平，意念不要停，还在继续着你的动作，接着做。这个开合记着啊，只开到肩胛骨，不许开成这样，开成这样你的气就又好了，只开到肩胛骨就要合，千万注意这个要做完，开合动作不许这样，那就没做到位，在那摆姿势，要做到位，做到开到肩胛骨以后再合回来，仍然注意外合内开。这个起脚是用脚去够手啊，千万不许这样，哎，起，对，用脚去够手，而且身体不许起来，也就是我们只有重心的移动，没有重心的起伏。当然，在练动作高低的时候还会有的啊，只是在练拳的时候行进间一般都没有。这个有点像背上一样啊，看到那边，对，精神起来，对，行，大家注意看着，你觉得一哪不懂，一会儿你还去提问啊，因为我觉得刚才大家这个地方不是问题，我就没说啊。到了斜杆边啊，斜杆边注意两手的配合，上到右边肋骨，这手就要下来，对的，好，这个不要高出头去啊，要打圆，不许这样啊，你不是小巧玲珑吗？小巧玲珑也要做到位，也要做到所谓的伸到脊柱，要打圆以后到脊柱。什么叫脊柱？送着肩，对着肘，竖着腕，不是练体操的伸成直棍，我们要就是你进到位的时候是松肩对肘竖腕。注意这个下边它这个玉女穿梭的时候啊，接着玉女穿梭注意啊，所有在下边的这个手要套住了这个鞋，推出去一部分，也就三寸左右啊，推出去的明白，靠着身体推，不许离开推，不许这样推，那就没有这个玉女穿梭的意义了，这是贴身近身的一个动作。
啊。云手的时候注意啊，云手大家的眼睛，在行进的时候，当那腿完全合并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这儿。只要这个眼这手进入到他的眼睛范围内，眼睛跟着这儿走，那不是？对，注意眼神啊！当你们练拳练手好了的时候，眼神跟不上，一样照样看着你，很不协调。金鸡独立，注意这个啊！刚才大家看见有几个人起来了以后，起来了以后，这手不要成这样，就在眼前头，要和头一样高，用眼睛标着这手尖，但是不许这样看。人立刻就站起来了。对了，好的，不许成了这样弯弯啊。三通背啊，三通背，这个下按的时候记着，咱们这只手啊是要搁在胯上，完全捂着胯，人家是这样的这样的，他不管，我们是要这一手都在胯上。又到了刚才说的那地方，这是一个圆，这是一个一气呵成啊！不许在这儿，那个这个地方才能成了。对，好的，好，我再讲过一遍。举手去坐，狮子摆莲。狮子摆莲，前行的动作是行进步，就是走步。这个地方千万大家注意啊，就像一个小鸟一样，竖起翅来，前面有猎物，很精神的这儿走下去，不许这样，完全没精神了。这前面有猎物，小鸟从树上啪，是不是下去？直指猎物，稍有身体有稍有倾斜的地方，三折体、龙折体，就是这时候要表现出来。再来一遍，看他的三折体，行，你走，看啊，直指猎物，稍有前行，身体是一个一折、两折、三折的龙折体。好，接着做。下身对，他也不告诉我、记着这个，好多人这个方向弄错了，这方向绝对是我们这里的八卦的性能，四面四语，一定要配好的脚，不许也不脚也不变，那你就错了，方向就错了。再重来一次，让他看看他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转过去的啊，把这个方向弄清楚，脚就是脚，你东南就是东南，西南就是西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就是面，东南西北很正的。我们有好多人练到这地方，加了很多动作还不要紧，还失去了这个面的方向。好，收拾的时候记着啊，收拾的时候全眼做完。全员要斜对自己收拾。
不要挡上世界之眼啊！记着，有人都这样了，全心向外了啊！全脸向着你自己写着啊！大体他做的比较标准，也就是把刚才大家在出现问题的地方，我都特别的说了。如果还没说到的，谁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嗯，说了。还有什么问题？简单的说一下，把我们的拳的大概其的规矩全都讲了，这三个特点必须要做到，而且这里头的该停顿的啊，该哪个外停内不停的试停，而整个一不断都要记住这个问题。还说一个啊，现在就说因为由于咱们的从事不同啊，各个渠道有些地方呢很久咱们都不做交流了，所以有些地方练着呢，走一点就走远了啊。我一点一点蹭，一点一点蹭，一会儿蹭的时候那什么都不感觉啊。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动作，我需要提一下说一下，这爷爷书里的说的很清楚的，就是提手上市白鹤亮翅，记着啊。哎，提手上势了呀啊！提手上势，两个手心都向外。对，看着啊，下白鹤上势，手心上仍然两对，很好。下来，这个地方可以到了这儿，到了这地方啊，脚就可以伸出去，也可以不，也你做不了的话，你就可以慢一点，因为这样加大的难度，在这边就是。那就重心你要拿稳，你在这边再拿的话，那就容易一些啊。所以说，爷爷书上是那样要求的。爷爷的书上所有后来改动的地方，我都在新书里头加了几句这个异动的这个变化的改动，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由自己去选择。大家不要以为他怎么那么练，他怎么练这么练在这个地方。这没有什么关系，爷爷和爸爸都允许由学者自己去选择去练哪一个动作。好，谢谢各位。有什么问题吗？那没有问题了，就讲到这里。好。对，他提这个非常好。我说一下，什么叫传统套路？只有爷爷这个孙若堂这个拳叫传统套路，也就是说孙若堂的太极拳学九十八式，姑姑曾经有一个九十七式，但是姑姑有所变动，把有几个拆开，该哪扎一个他都归拢了，不要紧，那是爷爷的姑娘啊，他改的没错，改的很好，所以他呢只能叫孙建云九十七式，而不叫传统。孙若堂拳，孙若堂的太极拳只有太极拳学九十八式。大家弄明白这点，就是有些问题，就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会告诉你我的认识，也许我的错了我再改，我不怕说错了，说错了我会改的。好，那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